据媒体报道，16日晚播出的 TVN 月火剧《百日的郎君》第12集，在包括有线、卫星、IPTV 在内的收费平台中，平均收视率达到了平均 11.2%， 最高 12.7%， 刷新自身收视率记录的同时，占据了包括无线台在内的月火剧收视率一位位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成绩也登上了历代 TVN 月火剧收视率一位的位置，真是太优秀了。网友纷纷评论，好棒呀，继续冲呀，真的是太棒了，真的很好看，欲罢不能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